跟全真素年准备完毕后执行。这个任务下面找那个。目前，我站正在进行卫星在轨运行段跟踪测量任务，在确认新品相关遥测正常、温控满足要求，并进行轨道测量、驻轨道、校进时等工作后，我们实施变轨指令上述，完成了第一次卫星远地点变轨控制。从目前各项数据来看，卫星工况正常，运行平稳。后续呢，我们将继续做好卫星早期轨道段的测控工作，主要是组织参试测站对卫星进行轨道测量和计算，制定卫星的后续变轨策略，完成卫星变轨控制，最终将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。随后我们还将进行卫星的在轨测试工作，完成卫星平台以及星间链路的主要指标测试。这两项工作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将开展 G3 卫星和在轨其余北斗卫星的组网测试工作。测试完成后，卫星将具备提供在轨服务的条件。